你支不支持我选总统？赞，台哥，我给你支持。2020总统大选宣传战开打，媒体宣传如何杀出重围，引起话题。保证金的1200万，你处理怎么样？我懂了，我退选。艺人台志远 Kuso 宣布退选，影片上传不到五天就突破百万人次，成为热搜。这一次其实想要带给他一些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请了公司的同事，也招募了一些年轻的同事，然后去发想一些不同的行销方法。那这些行销方法就包含现在因应现在的数位时代的趋势，然后做了一些不同的转变，然后翻转现在的行销的脉络。在这个后网红时代，如何利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引起阅听众，达到宣传？知名媒体代理商每周出品来教大家。将近20年来，已经出版了1000期，这回大玩品牌翻转，推出全新智能幕僚，可以及时客服服务，还成立媒体数位智库。其实品牌智能幕僚基本上很重要的就是要帮这个的以 data 以数据为核心，帮助这个广告主做 dynamic 的 solution， 达到 KPI。专业的媒体幕僚就是在有限时间替广告主做出最能吸引阅听众的作品。知名媒体代理商将以全新形态、不同面向，成为品牌宣传的最佳幕后推手。三立新闻综合报道。